李心洁变熊猫眼的原因是。咔咔咔！李心洁不止让偷心导演傅彭顺回来，今年七月产下双胞胎，根本没有所谓的自由了。她26号难得在微博上分享当妈后的心情，当每一样宝宝产品都是成双成对时，也就表示夜里起床喂奶的时间是乘二的。我严重睡眠不足，还好我最亲爱的妈妈无微不至的帮忙照顾孩子，真的很想高唱世上只有妈妈好。 OK 的啦，帮你点播一下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怀抱，投进妈妈的怀抱，幸福享不了。娱乐当新闻，孩子的爸怎么没帮忙？报道。